are here to demand the Chinese regime to release the prisoners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that are still held in China. We will not give up. After 20 years, the people, the Chinese people, still remember the massacre. We won't forget. Mr. 朱更生 Mr. 李玉军 Mr. 常景强 Mr. 杨浦 Mr. 江雅群 Mr. 苗德顺 Mr. 石学之 Mr. 宋凯 In prison now. 我在这里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因为他们是和平的抗暴者。这个六四当年的抗暴者，他们已经关了20年了。89年这场屠杀本身，共产党犯的就是反人类罪。这些人只不过是用赤手空拳，用和平的方式来阻挡军车，并没有使用武器。但是共产党到今天还在关着他们。20年呀、啊，整整过去了20年，我们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最惊心动魄的这几天，屠城的消息随着机枪的骤响、坦克的轰鸣传遍了北京的各个角落，传遍了中国的四面八方，传遍了整个世界。共产党终于撕下了一切伪装，高举起罪恶的屠刀，杀向手无寸铁的无辜。6月4日，空气充满了血腥，古城在枪声中颤栗，北京沉浸在巨大的悲愤之中。在复兴医院，楼道里排满了死难者遗体，地面全被流淌的鲜血染红。在这恐怖的夜晚，罪恶的枪弹洞穿了他们，一位医生雪白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指着一具血肉模糊、头上布满脑浆的遗体，流着眼泪痛说着共产党的残暴。一个女学生跪在大学同窗的尸体前哭诉，我们昨天还在并肩战斗啊，而你却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死去。在铁路医院，在复兴医院，在邮电医院，在死难者的遗体前，更多的人们紧握双拳，咬紧牙关，擦干眼泪，怒目苍天，发誓要向共产党讨还血债。长安街上，人们在无数辆战车间穿行，在滩滩血泊旁驻足，他们指着荷枪实弹的兵士怒骂，发泄着心中的悲愤。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一边哭一边自语：共产党好啊，共产党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共产党真他妈的太好了。在血与火的较量中，在法西斯般的残暴中，在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历程中，人们终于认清了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自己的敌人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精灵。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1989年6月4日这一天敲响了共产党灭亡的丧钟。六四先烈的血没有不会白流，人民不会忘记他。我这有一张照片，这是在6月3号晚上的时候，这个共产党杀害的无辜的学生。当时我在医院，正好我身边都是死难的学生。我觉得今天的意义很重要，因为一定要让共产党知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We're actually here to ask help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especially from the democracy countries like Australia, because we haven't done enough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sk the human rights.In China, 我们希望通过整个这个汽车游行，通过在领事馆前面的集会，通过一年又一年的烛光夜来提醒着大家，别忘了他。哪怕你在心里，哪怕你在今天穿一个白衣服，点一支蜡烛，为我们中国的民主做一份你自己的努力。20 years passed, China is still totalitarian regime.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这里纪念着六四。但是纪念不会改变中国，所以我更希望看到用我们的实际的行为来改变的中国。二十年过去了，中国依然没有变。二十年过去了，当年死去的人可能已经又成为一条好汉，在今天在呼喊。比如说像杨佳，像邓玉娇，可能就是二十年前的英魂的转世。六四精神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不畏强暴、不畏强权的反抗精神。今天来到这是为了捡起六四二十年前那些先烈们倒下的旗子，继续为着中国民主自由而奋斗。那我们这样做呢，不仅是对当年这种死去的学生和市民的一种纪念，那么同时呢，也是对现在这个中国人民的一种唤醒。那么我们坚持这样做呢，有一点就是说，可以把这种民主精神和这种抗争意识呢传承下去，尤其是我们这种八九一代学生，我觉得是应尽的一种责任和历史使命。我觉得二十年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呢，第一，我们来这里呢，就说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忘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呢，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改变中国，因为现在中国确实是处于表面上看来好像繁荣，好像这个好像稳定，但实际上呢，你真正到中国的这个社会里边，你可以发现是非常的不稳定。时间是不能改变一些人类的基本价值的，比如说对自由、对生命的价值是不能改变的。就六四不会因为就是已经经历了二十年而改变它的性质。杀人就是杀人，是吧？血写的历史是不会改变的，不是靠欺骗、靠谎言可以改变这用血、鲜血书写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无论我们对这个政权怎样的祈求、怎样的期盼，但是带给民众的是绝望。六四应该使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开始觉醒。也就是不铲除这样一个剥夺人性的政权，中国人是不可能享有自由的。Freedom, freedom, a voice from long ago. Say freedom, freedom, a voice I've come to know.打倒专制政府！自由万岁！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民主万岁！